行进，请一下主委好吗？主委请。赖委员早安。好，你早。是这个，我们最近看到520都还没有到，我们这个等于是连任的政府，就是原来的政府在最近的美牛的事情、禽流感的事情、健保的事情、邮电涨的事情，似乎社会的批评声浪很大了。那我不知道研考会，我所了解你是民调专家了，最近这样子的民怨或者是大家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，你们有没有做一些的民调或者有一些了解，有没有？我们都会适时的来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。有没有做？请问你。是美牛的部分我们有做。美牛部分，然后最近的首长满意度有没有做？首长的满意度，我们现在目前以施政面向为主。我这次提了一个案了，我们要经过预算总预算通过三读通过，说你要定期做首长满意度啊。你们后来不又不能这样子啊，把我们这个立法的决议当国会有的，不能这样子啊。因为2月6号刚刚新内阁刚成立嘛啊，那有很多新的部会首长都是新上路啊，那我想应该让他们打知名度啊，让他有一个适度的一个。请问你最近的这一次做了首长满意度什么时候做的？我们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。去年的什么时候？对不起，我要查一下。对，你们你这样太混了啦！这个东西把我们立法的决议当儿戏，立法的决议是等同法律耶。我们那个是有约束性的，立法院三读通过，要你定期做首长满意度，你即便不公告，即便不公布，你要做啊，还是等我们刚走啊，假戏也别丢定啊，这里应该就没有希望啊。这个我们联考会这么重要单位，你做什么事？其实老实讲，你就是扮演在行政团队里面的接近立法委员的角色，就是唱黑脸，你一步就是做白脸的样子，当然做不好啊。你要先骂最多是效率嘛，联考会负最大责任呢、螺丝上不紧啊，水来上，你是发动者之一啊，你要告诉院长说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要盯部长盯部委首长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，他满意部给他公布嘛，你什么事都可以不要做啊，真的，你一公布一公，哎呦，哦，我们又这么差，还可发表嘞。定期给他公布，最好是让大家都知道，不要只有给立委知道。你看每个都很对，你看到，大家弄什么展演，大家把什么展演，我这个部位做得好不好？我都提案了，我都路都不用你铺了好好的，坏人我做啊，好人你做啊，结果你不敢做，哦，赶快被戏，你那个官不会掉了，做这笔不会掉官啦，做这个只会升官啦。这个跟这个无关啦。有啦。你怕我官后走的是安内啊？不会啦，对不对？会哦，怎么不会？不会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去一直急着找后路啊，找去学校去找校长，我们跟台湾呢，这个位置做好比较重要啦。那个不是我考量的东西啦，啊、是你的考量啊，除非我对你的失望啊，真的。我查了一些资料，我什么时候提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时候提的？1999年的时候提的。我在2010年啊，快两年前的事情啦。1999年。对啊。民国99年提案立法案三读通过，要你做首长满意度调查。后来你跟我讨价还价，最后我说好了，你不公布你就不公布吧。我只看了一次，哦，那个部分好，那个部分不好，然后你也不敢对公开公开，还说哦赖委不要公开，我就尊重你吧。而且你问是跟院长好好讨论，这个怕什么？奇怪呢，这是帮助你啊，帮助政府啊。现在被人骂得要死，就是什么效率差嘛。效率差嘛，无感。为什么效率差？为什么无感？我们再来看，请问你知不知道总统已经要求部委首长下乡？你知道这个政策吧？晓得。你下乡没有？我下过了。下哪里？我在上个礼拜去哪里？到彰化。到彰化？是是。啊，我马上我们摘。彰化是不是你家？彰化不是我家。你岳父的家？也不是我岳父的家。工作上需要，我们就去哎。好，你为什么选彰化？因为我们有办理一个这个民众的这个上网，而且对于这个机关的服务的，那个不是下乡啊，是那怎么下乡呢？是业务跑去那里而已啊。哦，你安尼袂使哩哦。我在前两天跟院长，因为我们研讨会跟新闻下乡是要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最好能够 stay overnight，stay overnight 知道了哦，过夜。你彰化有没有过夜？我过夜了。好，过夜好了，过夜可以了，这个很重要。请问你有没有列入管考？目前总统有特别。总统是我在总统府亲耳听见了，总统府我在亲耳听见总统说，
要求，他告诉旁边的行政秘书长，要求各部委首长、各部委首长下乡。他说：“我不要讲那两个字啊，哈，这是要求，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，就是要做。”总统公开这样讲，哎，什么叫公开？两个人以上就在公开啊。那一天在总统府里面的晚上的座谈会里面，有20个立委在那里啊，啊，对不对？我请问你，管考有没有把这个列入管考项目？有没有？我们现在大概用两个方式啦。什么方式？啊，第一个方式当然就是对部会做管考嘛。你部会如果因应到业务下去有下乡，好，我请问你管考有没有做记录？你先告诉我，现在部会已经从那时候讲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啦，哈，下乡的部会有几个？百分比？哎，这个我们现在百分比多少？你们在那管考，所以根本这总统的话当作什么一样啊？我不知道是讲粗话了，这个。总统下令了，结果管考严考会没有，哎，你们在做啥？哎，严考会在做啥？哎，你就管考啊，总统要的就做啊 ，just do it， 下榻的就这个啊，对不对？诸位啊，你要列入考核，把它列入考核啊，你就要立啊，像一味的不敢做啊，你做都敢做排狼，不会了，一切排狼我都听你做了，立法院都听你做了，你就 just do it， 后生有谁啊？什么时候可以做？我们已经在着手，而且院的秘书长不是统计什么时候出来。第一个说我们各每一个首长，我们首长下乡的比例多高？什么时候出来？统计出来，今天就可以给我吧？你们叫我们今天统计以后把最近的情况啊，不用情况，统计一下嘛，你给我数字嘛，有没有50%？你告诉我有没有50%？各部会都有在做，有没有50%？你告诉我嘛。这个数据我现在还没有，不好意思。有你 rough， 我告诉你没有啦，没有啦。陈冲院长做个屁戏呀，常常下乡 stay overnight， 部会首长没有跟进了，这个团队有问题啊。你们要监督。